们现在在楼下这里吃碗面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接去机场。你看一下这个米线，它是用这个瓢来吃的，还第一次看到用这个东西。还是生蛋也好。哇，我的好大姨妈呀！你看，我等一下吃完面就走了，你去不去拿？我哪有空去嘛，这么忙，这边才刚刚摆起，你瞧他们闲吗？我把这个手机拿给你，你外面要用，嗯，多个手机在身边方便一点。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给你们叫个车。好吧。来，你今天刚到这边来，你也不管我们了啊？哪里不管？不是我的意思说，你不用担心我们了，就是不用管我们了。好的。我现在呢，要开始步入正轨了。好啦，忙他的烧烤摊，我忙我自己的。还一公里，叫这个车。啊、哦。反正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，知道吧？我看过的那个熊哈。嗯。到了年底的之后，我们各价分享。我要在我自己的领域上去忙事情，然后你也要在你自己的领域上去忙事情啊！希望我们的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上闪闪发光，来给你发。自己加油，反正。走了了，上车。嗯。好了，你去忙吧，你去忙吧，我们的有阿乐，有大哥在这里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啊。很多的朋友都说阿乐在河南那里是做什么什么不好的，你看，我当老姐的今天亲自上阵，过去给他把一下关。我们在这里办理登机。哎呀，这次我爸爸没来，我爸爸要是来的话，他就啊，飞机飞机大飞机，你看大飞机。等以后他自己长大了，会说话了，懂得认识身边的事物之后，一定要多带他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不能像他，让他像我，像他老妈这样子，头发长线之短。然后有很多的朋友都说问我的这个包的链子，这个包包是没有链接了，我这个包包已经买链子三年了哈，不好意思。走啦，我们登机喽！我们现在登机了，我觉得有哥哥还有弟弟在一起，然后还能同一个方向去奋斗，就感觉真好。加油加油！嗨，我到郑州了。我们刚刚下机了，然后现在去拿行李。到了，刚才我负责去机场那里接机，然后到这边来了。我们先到酒店，先把你安顿下来，安顿下来咱们一起吃饭，好吧？好的，把东西拿一下。他老孩子住了酒店，扎着老婆就挂。剁椒鱼头。来，欢迎你们来郑州啊！欢迎来郑州，确实，河南话，刀。好。对，河南话刀嘛，刀刀是什么意思啊？夹啊，到这边就跟到自己家一样，不要客气啊，咱们也是老朋友了。忘了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第一次出来带专场的时候，就是小四哥带的我。阿乐，来尝一下这个我们河南的剁椒鱼头，和你们的剁椒鱼头有什么不一样？看一下。点的哦，现在你尝一下这个剁椒鱼头和你们那边剁椒鱼头有啥不一样？可以，这个不错，不辣，不是很辣，刚好，不是。嗯